妹妹啊，我们在诚毅文旅的哪个饭店啊？淡水深渊。那你要不要带我们看一下？哦，这里是哪里？这个是马桶，这是浴室。哦，浴室，淋浴间。那哇，这边还有洗手台，对不对？这是自己的洗手台。哦，我们这边有阳台，对不对？阳台在哪边？哦，我们还有阳台呢，采光不错哦。好，那你要不要？我们房间是不是还有个小客厅？哦，它可以坐几个人啊？可以坐四个人，是不是？哦，电视、桌子，还有椅子哦。好。请问这是几人房？四人房。哦，所以可以睡四个人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的睡的是合适的四人房，对不对？哇！哇，那边怎么突然跑出一个人啊？哇！你怎么躲在这里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哦。我刚就躺在那。那这两个都是床。哦，妹妹，你气色好棒，你要不跟大家说？我们下次见啦！我们下次见啦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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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